八将是早期信徒为了还愿而装扮为将角来服务神明及信众，从一开始的枷锁将军慢慢演变成八位将军。这八位将军分别以其手上的刑具来命名，有枷将军、锁将军、虎头牌将军、火签将军、钉锤将军、大刀将军、虎头铡将军、钉床将军。八将服装分为红绿两种颜色，以身穿红袍手拿枷的枷将军为首。身为临安诸王的驾前，八将的步伐是走三宝站，并会在路口雕昂阿给或者是安七星阵、八卦阵，以达威吓镇煞之效。板桥临安宫八将属三大八将系统中的青山八将，在弘福宫时期经仙扎伯介绍毛克塞为当时弘福宫的儿童八将团打造专属脸谱，临安诸王亦亲自指导阵法，再加上出阵时八将神灵会降驾于将角上，临安宫八将自此走出自身特色，成为唯一会降驾的八将团。